老娘，别怪老孙小气啊！我们花果山一年多没下雨，要是把水借给你，那我们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就得挨渴。你拿什么活？何苦来干？催金流石，这怎么回事？水呢？ 看来我得到龙宫一趟，问问为什么还不下雨。凭情柬入宫，我们哪有什么狗屁情柬？站住！你终于来了！要不你把这四海令给停了，要不我打到你停！我警告，别再救我。